说吧。 白迪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蹬开这么久还不明白？警匪大战，人就在地上，你看。 不要管了，我知道怎么处理，我不想让你破坏我的事。还有两个月我就退休了，我知道你除了名字拼命，为了破案连命都不要，你会越弄越糟的。哎，喂，喂，他妈的，你真有种，你！ 人质！哼，你他妈的辣手神探！想当年我逼你还有种啊，我的弟弟你都不放过。 我的选择是对了，一个星期假期看了不够哦，你可以多玩几天了。局长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哎，有人来接你看那边。啊，我是李丽呀。啊，李小姐，我们老板吩咐我来接你的。谁是你老板？洪奔先生。哦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拜拜，你表哥真有办法，能在禁区内劫机。走吧。哎，请。 好呢，你表哥真富有啊，是不是？老板在等两位呢。好的，走吧，走。两位对不起。好。哇，上一辈子的公仆也买不了这个房子啊，是不是啊？除非贪污，不就可以了？去你的，贪污！哎呀！啊！你！你！ 表哥，啊，表妹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杨娜小姐，她是洪奔。哎，我刚刚在热身，不如你也来玩玩吧。好啊。哦。 Hey!
真棒啊，去看看你的朋友。你混得这么好，你小时候对我说的理想现在总算实现了，不是很好吗？我多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，当年我来打天下也经过挣扎，我能有今天也是有血有汗的。好身手，好身手！哎，既然这么高兴，那就多住几天吧。太棒了！来来来，请。进去聊吧。老板，嗯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哦，进去再说。好。老板，货搞妥了没有？不顺利。什么？怎么不顺利啊？怎么会这样的？你没照我的吩咐去做吗？一切照您的指示，可是被艾迪给砸了。什么？放你！我养了一群蠢材，都是没用的家伙，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吗？一卡车的军火就这么丢了吗？连这么一个艾迪，你们几个人都对付不了他吗？难道连开枪和开炮都忘了吗？你听着，不给我干掉那个艾迪，就别回来见我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亲爱的爸爸，你吃过早餐吗？我好想你，我爱你，安琪流。你找谁呀？来送货的，请签收。我没买呀。送给你就签收吧，我好回去交代嘛。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？不用客气了，改天吧，我们还有要紧的事。好吧，以后有机会常来玩啊。你表姐要走了，他们是向你来道别的。这位是杨小姐。要不要射枪玩？不用了，下次吧。一放学呢，我们上哪去了？啊，去看看吧。害死你妈！都是好办。这儿才是个度假的好地方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次可以安静的入住了，不一定哦。为什么？我告诉局长，我们在这儿度假。哦，你说什么？来来来。
得太过分。对不起，我有点事迟到了，要你在这儿等，你一定很寂寞吧？别开玩笑了，下次让你尝尝等人的滋味。别再说废话了，你有什么资料给我？洪奔他们好像越搞越大了，你有线索吗？洪奔想独霸武林，垄断整个军火市场。你得注意他的行动，他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相信，外人很难得到他的重用。我暂时还没有线索。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是没有办法定他的罪的。听说最近香港方面会有买家过来入货的，这是好消息。如果不是大买家，洪奔是不会亲自出马的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行，来，来，来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哎，哎，是，哎，哇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实在太过分了。来，那个折是我们的，把货还给我们。啊，原来是两个中国妞啊！我们可是天天来这儿的，还不快一点，把球还给我们，快点！他说把球还给他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有种的就过来拿。哎，给我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对，对，哎，我快点把球抢过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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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身手不错嘛。嗯，爸，还不过来拿？哎，有点大气啊，小气啊。现在球还在我这儿呢，不如放他们一马吧。哎，嗨嗨，啊！有没有见过安琪？你岳母还不肯原谅你吗？还是老样子，她还在生我的气。那天我去学校，他还是不肯让我见安琪一面。他对我的偏见实在太深了。我也很久没有见安琪了，这个小精灵我觉得她越长越可爱，哪天有机会我也想见见她。是我老板找我，我走了。有什么消息跟我联络，你自己小心。好的，嗯。哇呀！哇！刚才打架的人呢？全溜走了。对了，丽亚，你还记得那些男生吗？他好帅呀！别再提了，我从来都不看男生的。为什么？哎，告诉你吧，我爸爸妈妈离开我的时候啊，我只有六岁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恨男人。嗯，唉。你不要一概而论吗？你也不小了，要考虑终身大事。
别耽误了青春。哼，你呀，哎，还是谈谈我们明天的节目好吧？你说呢？嗯，可千万不要坐小型飞机啊，我认为这样太危险了。喂，你的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？小型飞机是很危险的。你打架的时候胆子怎么那么大呢？那可不同。门铃响了，去开门。我不去。嗯，为什么？我的腿不行，你去吧。哎，好，我去。什么事啊？香港来的电船。谢谢你啊。嗯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看看，哼，度假也向局长报告，现在连自由都没有了。我想升职吗？自私，想升官发财啊？那你小翠，哎，你不能打我！哎，听电话。喂。喂，你是李丽啊？是局长。坐电船了没有？啊，已经收到。你跟杨娜、什么？你这是负责程氏兄弟这件案子的。可是局长，他们跟李巡团进来了，你们要盯着他们点啊。嗯，哎，可是我们还在度假呢。度什么假？假期已经取消了，你们要马上展开行动，知不知道？是局长。别说了，这是命令。嗯，已经挂掉了。嗯。说什么？他们会参加旅行团过来。跟我来，好，走。这边有。去拿样板。嗯，请便。这批是最新最厉害的枪，全自动和半自动。嗯，啊，还不错。怎么没子弹？完全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所以没有上子弹。原来这样，那我们怎么试枪啊？嗯，明天早上会给你们安排试枪的地方。嗯嗯嗯，怎么办？哼！哎哎啊！
小柯，我们是刑警。是啊。你们是刑警，那我是什么？跟我回警局。原来他们是刑警。铐上。快点。啊，铐上。行了。还有你自己，快点。走啊。哎呀，为什么不相信我们是香港刑警嘛？跟我上司解释吧。这个条子神气活现的，不错，我的确是很神气。看样子他想耍我们，有机会一定要玩玩他。你们别乱说话，我会不客气的。我爱乱说怎么样啊？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啊？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是麻烦动物。这个臭男人真的有毛病，看他不像太讨厌。两位小姐好吗？中校，好了。包大人来了。请问你是？我是显华中校。哦，原来是显华中校啊。我叫李丽雅，我们是从香港来的，是到这儿来执行任务的。是不是跟军火走私有关啊？是。你是李督察，那么这位一定是杨督察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难道你早有消息了？你们的上司外号老虎狗的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协助你们，还把资料电传了给我们。艾迪，快解开他们。中校，他们很凶的。艾迪来。现在你知道抓错人了吧？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呢。听着，这里不是香港，你们可不要乱来。皇家警察又怎么样？我不怕。你看这个家伙嘴还这么硬啊。哎呀，虎落平阳被犬欺嘛。好了，你们别再顶嘴了，我答应你们上司尽力帮助你们。艾迪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他们会碍事的。不，这是我的命令。这有解除警察吗？他就是的。哎呦，走吧，别再啰嗦了。你轻点啊。下次传奇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下个星期。张氏兄弟交易的怎么样了？皮熊已经去办了，今天带他们去看样板。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晚上替他们洗尘，知道吗？是。哥哥。这批货还过得去，快点装箱，今天晚上要下船的。好。老板，对我们的货他们还满意吗？他们非常满意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事向您报告。什么事啊？原来你表妹是警察，她鬼鬼祟祟地偷看我们。什么？跟陈氏两兄弟突然打起来，后来艾迪来了，一起杀死陈氏两兄弟。艾迪，表妹是警察，我看走眼了。哥哥让我告诉你们，这儿对你们太危险了，希望你们马上回去，这是他的意思。
你们明白了吗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况且我们两个还没有玩够呢，暂时还不打算离开这儿。好吧，你们多保重。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哼，他吓唬不了我们的。好，这里实在太危险了。嗯，怎么办呢？你们要搬个安全的地方。你说怎么样啊？不是给你住吧？走吧，这个时候开玩笑。这里是你们的新居。哇，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好，这房子在香港可贵了啊。以前是什么人住的？是我一个做建筑师的朋友的。哇，他现在在澳洲工作。哦，好喜欢这儿啊，又安全漂亮哈。好，我带你去逛逛。走。天气这么好，怎么不出去玩啊？是谁得罪了我们的公主，气成这个样子？嗯，你表妹。他们肯回香港去吗？不但不肯回去，而且打死也不肯。那就干掉他们。要不是艾迪啊，他们俩早就没命了。又是那个王八蛋。哎，可以吃饭啦。啊，嗯，晚饭来了。嗯，来啊，试试这个怎么样？嗯，不要说了，开动吧。嗯，不错，有两下。哎，这顿饭呢是招待你的，是谢谢你来帮了我们的忙。嗯，算还你一个人情啊。嗯，是。嗯，不对，应该是两个。是一个也好，两个也好，反正是要谢谢你了。来，来。嗯，我老婆也是个烹饪高手。哦，原来你结了婚了。喂，她受得了你吗？我老婆已经死了。啊，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被杀死的。哦，对不起。嗯，啊啊，吃不言，寝不语，来来来，试试这个啊！啊，嗯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嗯。哇，你来真的？怎么，怕疼就别来？来吧，难道我会怕你？来呀！玩十分钟腿功吧，没问题。嗯，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五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哦，我去听。糟了，我的鸡蛋。到了马尼拉了。哦，什么事？哎，别吵嘛你！哎，你们俩走了，你别吵行不行啊？是局长，保持联络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知道了，局长。哎，喂，你要不要半个鸡蛋呢？啊，你的鸡蛋呢？快把我搞晕了。啊，厉先生，你看，
这个下面的地盘呢，改为高尔夫球场是最佳的地点。我还准备建吊车从这儿吊下去。报告老板，黄先生已经到了，大约要三个月才能完成。老板，黄先生来了。欢迎你啊，我的好拍档啊，你进来一定很得意吧？哦，我很欢迎你到这儿来度假。嗯，来，这边看看。好，这里是我的新投资，准备做度假村。我准备在这儿建个高尔夫球场，不过要坐吊车才能下去。嗯，过去就是我的军火仓，这里很隐蔽的。你真有办法，从军火搞到地产了。哎，不想办法投资，政府早晚会查我的钱的来源的。啊，现在建这个度假村，钱的来源就解决了。你这次不是纯来度假的吧？我需要5000万货，所以亲自过来一趟。要这么多货，不是要打仗吗？有消息可要先通知小弟啊。这你放心，有个中东客人，他想搞个新政府，货源方面没有问题吧？哎，货源充足，绝对没问题。那很好，放心吧。我们现在先去看货。哎，急什么？先带你参观一下，包你没见过这么好的球场啊！有什么消息吗？最大军火走私商黄亨利到了马尼拉，是魔鬼利的好友。黄亨利一到，我相信五大家族马上会有风波，多注意你老板，他一定有行动。我老板知道黄亨利是一只大肥羊，他不会放过他的，他已经在动脑筋怎样拉拢黄亨利，不出两天之内一定有事发生。老板有事叫我马上回去，我不陪你了，路上小心点。我的线人告诉我，香港的大鱼黄亨利来了。有没有派人去看着他呢？看见大鱼就派人去抓，岂不是马尼拉的警局就要真空？杨大，他说的对，这里可不是香港啊，我们现在在马尼拉。对不起啊，探长。看样子是冲我来的。火箭炮啊！帮我抱着我的兄弟。真的要用它？小心！厉害，这么大的威力。
下次没我的命令别乱来 ，OK？ 你又耍我们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这每家都是三柱。哎，他运气真好，又是他赢，真邪门啊！哎，真是邪了门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再来，你不是老玩了？哎，再来再来，哎呦，我不玩，再来吧，走了。哎，你玩吧，啊，哎，玩一会儿，赶紧出牌来，来来再来。每次都是他赢，以后怎么玩啊？哎，不玩了，走了。关键不要你们，来来来，再玩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，这么厉害，以后谁敢跟你玩啊？是。哎，喂，别走，别走。喂，走。喂，你们都走了。每次都是他赢啊！你们全都走了，那多扫兴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们都把我当老千了。我可以赌吗？哇！欢不欢迎我？怎么会不欢迎呢？小姐，请过来坐，请请请。你喜欢21点是吗？没问题，随便你喜欢。那就玩21点吧。我玩什么都可以的。我买50000，你发牌吧。啊。他向我示爱呢。房里去玩吧。啊，那太好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知道你钓了条大鱼。我听不懂，我要跟你合作。想跟我分香港生意，你说真的啊？嗯，我们是河水不犯井水，一向各自为政。黄亨利跟我合作了多年，你最好规矩一点，千万不要乱来啊！啊！喂，是，一切照办，拜拜。我接到了消息，魔鬼利被洪崩杀了，其他家族对洪崩不满，他正四面受敌呢。其实洪崩根本不怕其他家族，他现在是一头出笼的猛虎，他不会怕任何人的。江湖从此多事了，警方不能不理啊。他们几个是鬼打鬼，间接帮了我们。至于这两位，目前的情形呢，
我看你们两位最好是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现在的情形很危险，我不希望你们两个人会浮尸碧海。太看不起我们了。昨天的那件枪杀案跟走私军火有关，你们明白军火的威力有多大吗？是吗？这个跟香港的军火集团有关，首领叫做黄亨利。黄亨利？你见过吗？哦，见过，而且还交过手呢。我从香港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。嗯，什么事？哦，我邀请你们参加派对。派对？叫你别打电话给他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我只通知他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嘛。他不是个好爸爸，要我说多少遍才记住啊？不是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Thank you.
爱琴，为什么一个人站在这儿啊？我在等爸爸，我早通知他了。你那个混蛋爸爸他不会来的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嗯，应该开心点，来去跟小朋友们玩吧。啊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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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请问你有什么愿望？我有愿望。请你闭上眼睛说出来，就一定能实现的。我想马上看见我爸爸。你的愿望成真了，你再看看我是谁。运走，这样转去大船上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快点快点。快溜走，算了，没快艇怎么追啊，先收拾这儿走。把武器放下，举高手别动。快过来，快点快点过来，快快点。老板，下货还顺利吗？哎，本来我们准备把黄亨利的货搬到木屋去，今天晚上送到大船上去，可是又让艾迪给破坏了。那些臭条子又把我们的买卖给弄砸了。你是说那个艾迪？不只是艾迪啊，还有你那个好表妹，真是天生一对。听着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你去对付那个小子，我去干掉我们的对手，一个活口不留。老板，黄亨利派人跟戴天联络，要跟他合作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跟兰诺去摆平他。是老板。我这个货仓怎么样？魔鬼力发展度假村，你搞这么大的货仓，
难道军火买卖真是一本万利吗？一本万利？听说魔鬼利给杀了。对你来说是少了一个对手。你是指我干的？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咱们还是谈谈生意吧。这还差不多。你想要多少货？5000万美金。我进这个生意。哎，不知道你的货水准怎么样？先看样板。小李过来。是，老板。带黄先生去看样板，好好招待。请。够爽快，回头见。回见。给我打电话，叫艾迪那个王八蛋快点赶回来，否则我就要他命。你不想你的外孙那中枪死掉吧？求求你别开枪啊，别伤害我的安琪。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的。演技不错吧？嗯，太好了。是我岳母找我，一定有事。哼，我先走一步了，对不起，失陪了。好，那还不快点去啊。哼哼，希望艾迪跟他岳母和好如初啊。我祝他好运。阿杜，艾迪在吗？他岳母把他拖去了。他岳母恨死他了，怎么会找他呢？哼，一定有问题。你认识他家吗？他家我当然认识了。带我们去。嗯，快走，你拿着。哦，那好吧，走。下一次就轮到你女儿。等等，艾迪，干掉那两个女的，然后就是两婆子。
别动！你们被包围了，快点投降！大家快一点啊，手脚利落一点啊。看你笑容满面，似乎很满意呀。我抓到他了。你说艾迪？啊？不错。现在他在我的五指山下。哦，那就干掉他。我要他慢慢的死。小心引火自焚呐。放心吧，哥哥，我要让他尝尽痛苦的滋味，剩最后一口气再让他慢慢的死。好，不过要小心一点。水，水，你还想喝水？咳嗽总比打死好嘛。哼。喂喂喂，原来是个小妞啊，你过来看看。是吗？看样子还挺风骚的。我去看看。哦，是个人妖。
喂，你没什么吧？你的化妆真难看。是什么人打电话给你？他没说，只是叫我们到这儿来接艾迪。连鬼影都没一个，你有何高见？可能是陷阱，大家要小心点。好。上哪去找？阿杜，他在这儿呢。艾迪，送他去医院吧，快点帮忙啊！来，哥哥，究竟是谁救了那个王八蛋艾迪啊？老板，我可以打扰你吗？什么事啊？你知道谁是人妖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听别人说郭氏兄弟跟法兰，他们准备联手对付我们，而且还接了黄亨利的订单，准备明天就要出货了。好，要他们全完蛋，杀了他们一个不留。哥哥，你好像要亲自出马的样子，那我就召集众弟兄，把郭氏兄弟和巨人法兰一次摆平。妹妹说得好，我们派当一起干。爸，你刚刚出院，暂时不要去上班了，要完全好了才可以去抓贼，要不然呢，我就不疼你了。好，一切都听你的。我的宝贝女儿满意了吗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看着她的，暂时不许她到处乱跑。对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好。哎，快点快点啊，回去的时候告诉香港和台湾的买家，在马尼拉有钱就可以有办法。那一切就拜托你了。还有一件事你别忘了告诉他们，这儿是我们郭氏兄弟和法兰的天下。那么红崩算什么呢？哦，我们根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，明白了。好，你要的货我正运上船，你要不要上去看看？这是我们自己的货船，绝对靠得住。我还有个赌局，先失陪了，拜托你们了啊。好，谢谢你。你放心好了。好，再见。本算什么东西，不要谈它。祝合作愉快。手脚快一点，大家加把劲儿，吊上去呀。快点快点。还有多少？哎，老板，还有五箱要完事了，您放心吧。对我们
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不想江湖道义，敢闯入我的地盘？你们以为两大家族联手就可以对付我吗？想消灭我洪奔没那么容易。哼，亨利是我的，你们抢我的客人，我洪奔难道没有实力吗？啊，魔鬼利和戴天就是个例子。哼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们兄弟是尊重您的。是啊，一切都是法兰的主意，还讲什么江湖道义，把一切都推在我身上，我能硬拉你们来吗？我不想再听废话，到下边去吵吧。三位先生，祝你们好运嘛。求求你听我解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黄先生，你最后的决定是明智之举啊。什么时候可以交货给我？那就要看你了。我要收到货才能付钱的。我们怎么相信你啊？说得很对。我留下来做人质，不付钱就杀了我。这可以考虑。那什么时候可以参观你的仓库呢？随时都可以啊。那现在去。快点快点啊。我相信这次啊，我没有找错对象，我应该跟你合作。放心，我早就安排妥了，绝对没问题。不过这批货要加20%。什么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有选择吗？我还有一批好货呢，过来。伊拉克的什么时候到？大约下个星期，还有那批曾经打过美国人的那批飞弹，也在那个时候运到，全部是最先进的。你干得好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真有你的，连打伊拉克的军火也能拿得到手，可真有办法。告诉你，这批新货我准备加价，我准备加50%。没问题。什么事？敌兄偷偷去打电话。你上哪儿去了？洗手间。你在撒谎，你去打电话了。是这样的，老板，我知道今天要招呼黄先生，所以我取消女朋友的约会。原来他是叛徒。我带你去看样板。行，好。上次救走艾迪的人妖就是狄雄扮的，这是我在他车上找到的。你这么肯定啊？因为我跟他交过手。你这个奸细，你死定了！我
背叛我，我要你死得好惨。我没有，我要你慢慢的死。呸！一起上！哦哦。我有子弹，拿着。红门，不想死就投降，我们会饶你一命。你别做梦了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有本事过来抓我！今天到底谁先死还不知道，有本事过来！有我战美在，你们就别想抓到我老板。你们手上有枪，我们比你更厉害，等着瞧。老板，让他们尝尝你的小钢炮。只要你肯出来投降，我会替你向法官求情的。放屁！放你妈的屁！好吧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，同归于尽。
大家分开好。好，跟你们拼了！走！我可走了，还是出来投降吧。你有本事就跑过来抓我。你还想死多少人？要杀多少人你才肯罢手啊？本来我是正当商人，是你们逼我非要抓我不可。有没有罪由法官决定，我也帮不了你的。你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们兄弟干的是正当生意，凭什么抓我们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有本事出来，去干掉他！你，哥哥，我是你的亲妹妹，你也害我！为哥哥做点事，也等于报答我。看你还能不能威风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以为你是铁金刚打不死啊？你今天是死定了！哼哼，我去。
枪放下。听见没有？是不是要我打爆你的头？把枪放下，可以免你一死。听见没有？我现在数三下。是你男扮女装的样子。你们为什么不杀我？你们全都是孬种！我扮演的实在太难看了，他们以为我妖魔。小心！你这个王八蛋！弟兄，弟兄。弟兄，帮忙，把他带回香港去吧。我们合作愉快，走。我会回来找你的。走。我会随时等你。这次真是谢谢你的协助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阿七，再见了，非常谢谢你。别客气。再见啊。再见，一路顺风。好的。安琪，要听爸爸的话啊！你要回来看我。嗯，你的菜好好吃，听说海洋公园很好玩，爸爸还没带我去过呢。哦，你爸爸会带你去的。我爸爸做警察，天天都那么忙，他哪里有时间陪我去啊？
哼，只要你用心读书，你爸爸会请假带你去的。我答应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再见了，谢谢你。嗯，快走。嗯，走。请你不要离开我，我知道你不会回来的。安琪乖，阿姨会回来的，乖。阿姨，你不要走。安琪乖，真是人间惨剧。闭上你的嘴巴。安琪，乖，不要哭了，阿姨一定会回来看你的，我回来陪你的，知道吗？你不会回来，你骗我的。阿姨，乖，阿姨，别哭了啊！安琪，乖乖的跟爸爸回去。我不要，我已经失去了妈妈，我不能再失去莉亚阿姨呀、啊。杨娜，你替我向上司请假，说我有私事要晚几天回去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帮你这个忙。就是天生那对儿。你少废话，快走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晚上给你做顿好吃的，嗯，走。保重啊，知道了。